一名32岁的孕妇呢，羊水破了，险些就在月台上当了妈妈。结果送医之后呢，才发现原来她已经生了第八胎了。火车站务人员帮孕妇提了一大袋行李，怀孕9个多月的妈妈捧着大肚子走在后头，想不到才一出站，她就发现羊水破了，赶紧通报119。您现在是第几胎的？第八胎，第八胎，第八胎，真的假的？怀胎八次，让消防队员都傻了眼。不过这位妈妈向站务人员求救时，却是很冷静。她说她都不会痛啊，没有，她可能有经验吧，她都不会痛。可是我怕她会生出来。32岁的年轻妈妈曾有过一段婚姻，还和3名男子同居过。5个孩子都由男方抚养，2个孩子出养。腹中孩子的爸爸还在入狱服刑，目前因为经济困难受到安置。哎，这个孩子我们后续会转入高风险来协助。那不过确实现阶段他的经济状况是不OK的啦，因为就连他现在目前要去生产，也没钱啊。年轻的妈妈有毒品案在身，没有工作，未来她还要把腹中的孩子出养，但现阶段生产的经费却还没抽了出来。